慢慢往下走，也是被视野看到了。基本上就是一人一个，哎，这是位置响月，响月，因为这是他们在往前走了，闪现直被躲开了。但这里怎么说，一个 W 命中，奥地利还有一层灰盾，这边扛的时间太久了呀。奥地利身上点燃，最后一发补攻没有，最后一发 Q 没有打到，但是幻风这里的伤害也是没有打到小薇。哇，这一波月塔两边处理的都不错。是的，第一时间昂直接闪现躲开了雷欧娜的先手，但是大这边过来直接拿了双杀，刚好现在卡下。对，这一波好难受啊！一开始的应对做的不错，但是就感觉嘎啦后续的处理太冷静了呀。嗯，但他在这里防御塔的边缘一直在打，尽量的在换血，然后躲在草里面，打到了幻风，移过来闪现。哎，上路又来了，哇，这把小薇好活跃呀，直接踹了一下德善，直接给了一个针眼，别来别来别来。但是这一发，哦呦，差一点，好极限，换掉了阿斌。是，这边阿斌没有注意到防御塔的攻击距离，对吧？所以导致微博第一波攻势有点断了。是，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上路是什么情况，先交闪，但还是被踢了回来，打一发走上前去 A， 哇，这一发居然没有能够带走。然后刚刚这边有七级的等级，我鼓励过来，但狐狸的蓝量还是没有回过家的呀。对，安德这边有腐败药水，其实感觉可以先吃一吃。对，这边指上去了，但是他定住，完了，感觉王森被秒，还好交出了闪现，另外一边闪现过去补伤害，王森这里没有死，但是正面的安热水顶不住了，奥这里交闪能跑得掉吗？直接被小虎收获人头，这边直接指上来配合人马的大招，就导致第一时间狐狸耳闪都没有拉开，然后盲僧这个位置也是直接被指到。对，辅助开到以后，人马再配合大招，阿斌这里交闪上来补伤害，但是被踢走了。对，而且狐狸在两段位移走了之后，还被妖精链子链住了。是，链子如果连到的话，感觉狐狸还真可能有点危险、啊。有危险，因为狐狸是没有闪现的。刚刚链到就会逼大招。人马来了，直接要踹吗？逼出了大招，而且人马这里自己身上还有大的，所以完全不慌。而且自己还有一定的清线能力，这边盲僧又想拿上路开刀，他觉得其他路现在不太好帮。但是凯南现在是有大招的，直接凯南正在塔下，在他这里第二波血晕打出来，第三波技能能不能打出来？这一波一v一，哇，漂亮！怎么勾引的好深呀？骚分过来了，看一下斌怎么跑吧。阿斌挺难跑的，这一波阿斌应该是必死了。一技能，看一下能不能躲开 Q。骚分互相亮表情，直接闪现过去给，不，直接摸眼过去给 R。这波隔墙直接指又指到了塔姆，而且旁边就是小薇，直接定过来了。人马这边直接过来，塔姆以后把金子都吃了进去，直接吐出来。这个交易计划能走吗？哇，这一波女塔的大招非常精准的命中了塔姆 W 的位置。小明在这里一直寻找了机会，感觉有这个想法，阿斌也取消了回城来了。看一下这边泽善身上是有闪现的，但是包过来的人实在太多，这个闪现到底怎么交？人马直接挂挡，哇，这个大招命中。直接预判了一个闪现，直接命中了闪现的位置，就是刚才说小明今天的状态真的太好了，卡得很好。因为刚刚微博是想去尝试换资源，发现下塔线不好，中路这边有人在守，小龙也没有，哇，就什么资源换不到。他是先出手的大呀，然后你闪现到那个中心去了，这一把小明真的是保男枪发育的好好的，然后一直保男枪单带，对，最好赢。但是男枪现在已经是比较难受了，这边直接开龙，微博这里没有主动性呀，没有人，哎呀，旁边又被发现了。又是男枪，大招定住，配合阿斌过来的火箭腰带加一发 Q 技能，成功击杀子善。这波该让的呀，哎，是的，他能杀一个，但是小明这里有块秒表，哎呀，这个、压起身没压住，又挤上去了。这个小明念到了塔姆，他们吃到了金克斯，金克斯吐出来之后位置很差，泽利在旁边疯狂输出、啊，没有人管得了这个泽利呀，一脚踢走，但是没有能够连带碰到泽利，这一波直接打了一波一换四。
快，然后下路是先被 RNG 占到了位置，而且 RNG 这一手，就算如果塔姆提前出来做了视野，但他没有一手先锋可以去牵扯兵线，导致微博在正面过不来。是，而且后面小明真是太厉害了，前面吃了多少技能啊？永双狐狸的 E， 然后开启秒表规避伤害，主要这两发压起身都没压住，让小明有了第二波控制。对。先生结束之后踩了一个金乐斯的夹子，但是依然把他第二套控制打出来了。没错，第二套控制一旦打出来，这边中野只跑了个中单，打野是留不掉了，又给泽利。都是因为你这里有一些像女坦呀、泰坦这样能够去抓机会的英雄。其实主要就是阵容有容错，但这个位置塔姆又被开到了，泽利直接开大招给一个伤害，但是安德从后面过来了，一脚把嘎啦踢到金乐斯夹子上面。是这一波的话，没有想到骚粉一波漂亮的绕后的阿斌这个位置，但是自己这发 Q 技能也暴露了自己。那斌子里是没有闪现的，直接进场建了一个狐狸，有人跟。伤害了，伤害差一点点。这刚说完就出现了这样的失误，又挂到了小明，小明经理也死掉了。这样的话直接打了一波零换三，哇，就是三个人头拉回来，经济追回来，推掉一个中塔也还不错。那这一波是 RNG 主动求战的，但是没有想到骚粉就在旁边，一脚踢在夹子上，这个时候泽利没有操作空间，很灵性的一波绕后。是这一波真是骚粉绕的好啊。但同样的，其实阿斌也是踢到了一个很后面的位置，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到 RNG 在打和走之间有些犹豫，阿斌上了，所以导致 RNG 其他两人也是重新杀回来，但是阿斌一个人的伤害没有办法直接带走中单的 Angel。 对，因为他当时我这边的视野还没有开始做，可是还在上边回家，应该能更新一个小件。出了个青雨，哎，准备抢点机会，按照过来直接定住了小明，小明这里直接被打成了残血，小威上前顶住了很多的伤害。狐狸第一波先手是打掉了小明的状态，是，而且这波先手其实没付出太多的东西，还可以，但是河道有个果子，小明吃了一波，而且阿斌开着扫描绕在了一个偏后的位置，这就是微博最重要的一波团，来在旁边，哇，这一家点燃，三分这里能保住吗？又给了一个守护者，扛住了一丝血，但打野不在，这个龙魂怎么办呢？是的，正面雷欧娜又是定住金克斯，打出金克斯的净化，正面紫煞这个位置有点要被留了，交了一个闪现之后，人马直接恐惧到踢回来。漂亮，小明在前面勾引，并且用走位躲掉了南墙的大招，另外一边泽利在前面疯狂输出，换风也难逃一死。哦，这里也是直接被带走，哎，是的，这边没有大，没有闪，也是跑不掉了。正好这个位置追到了大龙附近，那直接可以开大龙了，因为这里。把你困在那里，我们先拿龙再拿团。然后小虎在侧翼偷了骚粉的伤害，哇，这套伤害直接打满。这波虽然命是保住了，但是这个状态没法去对小龙有更多的威胁。是，小明走上前逼掉幻风的进化，而且昂这里看到小虎过来，直接是把自己的吃给交掉了。这波后续小威开的也非常的整体，然后嘎啦直接翻墙开始输出，这就跑不掉了，因为嘎啦确实他装备领先呀，装备领先，泽利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有这么好的装备的。泽利现在拿下了龙魂加大龙 buff， 微博正面还是得依托骚粉能够去绕后开一波漂亮的团战，但是这里南墙在下路带，不过正面的话 RNG 也少人，但人马已经来到正面了，想要开泽利，泽利直接开大准备反打，但正面的凯南被带走了，而另外一边泽晒孤军深入，吃了一个大招被塔姆吃了回来，骚粉也是摸眼过墙成功逃生，泽利想追交闪拿下骚粉人头，但这一波已经算是微博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波团了。是的，但南墙这个位置感觉还是有点危险，乐福兰也包过来能走吗？在后面也是开车自己大招拖了很多人。对，但凯南这一波他只要被集火的话，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。这波嘎啦很漂亮啊，直接遇上去，对，闪现一踢，只能踢凯南了。哇，但凯南这波的伤害，你看幻风还是只有一丝血，他在这个时候就不太敢上去打伤害了。是的，嘎啦这边也是很果断啊，闪现过去拿下盲。后面还是有 TP 眼的，对他直接踢回来，因为这一块的视野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凯南这个位置是，喂，正面骚粉又被偷了，但这里小虎自己的血量也是比较低，金克斯一发导弹直接被小虎交闪躲开，两边一边是中单，一边是打野，都处于残血的状态。阿斌在旁边的位置是没有被发现的，准备上了吗？阿斌，我这波交换还是比较赚的，对于 RNG 来讲，毕竟盲僧没有状态的话，现在就没有那么好抢龙了。盲僧在旁边，但是被这个眼皮看到了，感觉再往前走一步，凯南就要来了。哎呀，两踩直接踩到，凯南也开大进场，后面是吃掉了金克斯，但是奥自己这里的血量有点低了，则是在前面想要打，先是配合秒掉了凯南。哎，这个时候 RNG 整体有点乱，嘎啦这边血量有点低，开枪去发没有暴击了，本来残血上来输出，金克斯直接守我 double kill， 这条远古龙微博要拿。
然后去看一下人马那个大招回来，看一下这里过墙一套伤害吧，这居然没秒掉啊，这真的一口咳血给吸了不少。是，然后下面开打，勒胡兰在旁边当，哎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 了, 开始了，一波不行还得再来一波，这一波是 WBG 先动手的，而且小虎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位置去偷了， W 进去先偷一波奥的伤害，彩门直接绕后了，小明，小明这波上来要开始了，闪现一直直到了幻风，幻风这里被秒了，勒胡兰跟上去引发 W 直接带走，而且远古龙现在的血量开始慢慢的回2000多，盲僧摸眼走开，正面嘎啦交了一个踢到了，有机会抢吗？没机会，没抢到，差一点点呀、这边一直被狐狸的大招躲掉，但这里紫扇能跑掉吗？闪现已经交掉了，直接大招踢回来。哎，你真的不得不说，微博已经在这种局势下能扛成这样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是的，很有韧性，很有韧性的团战啊！来看一下，而且这波团来的快到什么地步呢？我刚看一下，凯南大招都还没有好。是，泽利过来秒掉以后想往前走，你看泽利的位置是被谁给的？弹不甜啊，狐狸魅惑刀。那这个时候，后面的兄弟都想抢这个龙。骚粉其实进场的时机已经不错了，但可惜啊，差一点。对，刚刚1200血 Q 到之后进来的。你都说嘛，抢龙就是50对50嘛。况下还出了一个水银，是、上波被魅惑了，这波不会再犯。对，就是针对你这个狐狸的魅惑，上路的防御塔直接被推掉，紫扇上去给他 Q， 但自己要被留了。我的天哪，差一点点被秒。哇！幻风身上是四件套，又补出了一个小引魔刀，想尽量的去扛一波。哇 ！QWQR 直接是把骚粉打掉了一半的血，泽利再给一发割上了 W， 骚粉现在的血量已经比较残了，没有了骚粉在正面，其实就没有什么开团献手的机会了呀。下路的兵线也推一波，大龙 buff 还有30多秒的持续时间，直接给大招逼掉了幻风的进化。小虎上去继续偷伤害，骚粉补血出来，但是能守住吗？上路的兵线也到了呀！是啊、我的天哪，四个锤头兵，这怎么处理？凯南直接进场，非常完美的一个进场，瞬间融化。对，那这场比赛已经是没有悬念了。最后骚粉在水泉里面看着。